算是親人，我的老工人，跟我們打工都成六百年了。好久沒吃牛脷，你又想再通波仔啊？我又要預位啊！我起到我拍戲的，你拍過戲沒有？我拍戲的時候在美國溝緊女啊！我人演缺錢的，你喜歡住老人院嗎？一個月你要給580元，我那條事業線長過個 lift 啦。我而家得罪你啊！危唔危險啊？唔怕，唔怕。要唔要再快啲啊？快啲，快啲。嚟，周生多謝曬。你有面啊，周生。婆婆，你啲牙咧就冇得補噶啦，整個棚架嘅，有排食噶啦。啊，聽佢哋講咧，堅叔追你啊，係嘛？我唔驚噶，肉隨砧板上啊，幾大幾大燒賣就燒賣啦。你去邊啊？有個肥佬肥騰騰，買嚿豬肉去拜神。我喺呢度好噶啦，有人照顧我。每晚要孭住你出街，咁你又唔喊啦嚇？你好靚仔啊！你係個靚女啊！